我目前只有两部，我觉得我有几部应该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要看我卖的怎么样，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们我会不会加部这件事情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就顺其自然，对，顺其自然。想要让我多穿几套，谢谢吐司吐司，会有加开的可能吗？以往来说，就是通常卖完就会加开啊。对，大家都很期待我的施压，你们是被虐狂，流浪的路人，第一次要握几张比较好呢？那我想一想，觉得第一次见面感觉十张差不多，开门见十张，对，第一次见面十张。还是我明年27岁，第一次见面就27张，好不好？第一次见，明年27岁，起码大家都要买27张。大家就是傲娇，有喜欢哪一天吗？我两天都是同个时间，所以好像没有什么差别。嗯，那就，那个。我不知道欸，第二天好了，第二天喜欢第二天，那大不然大家先填第二天好了。二十七岁，所以27张啊。等到我30岁的时候就要30张，对，好，二十七张，给个27张。在进列之后就是23，没错 ，Rex， 我们是负数成长，不会啊，我跟你说，大胸膛不管几张都是大胸膛，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。就是谢谢叶兰的行李箱，谢谢叶兰行李箱，谢谢叶兰银麦嘛哈。对啊，我都第一步，我都超早起，他可能想说年纪越大的人越容易越早起，是不是？我不懂哎，为什么我都是11点啊 ？Why？ 我是不太懂为什么要安排我在那个时间点，为什么不让我睡晚一点呢？为什么不让我睡晚一点？他们是想说。欸，早上起来会水肿欸，我真的是要水，我要时间消水肿欸。欸，对啊，我两天都是第一步欸。那我们拼一个加开，然后拼到那个第二天的加在第二天的最后一步。欸，不行，最后一步是几点啊？这样我就是那个天地班，天地，欸，是这样讲吗？天地班要怎么说？天地班就是那个早上跟。就是天地班，你们听得懂天地班吗？啊，对，这样我要从早待到晚。对啊，天地哦，两头班。对啦，两头班，这样好像也很不妙哎。那我要一直坐在那边呢？那我一直坐在那边怎么办？那还是不要好了啦，还是不要。算了，我们就听天命好不好？谢谢廷瑞的银白芒花，天地会。当天先开个早六，神经病不行。那个等一下我状态不好怎么办？我要留最好的状态给大家。Hello 阿 Ben，Hello 星矢，谢谢星矢的梦幻星座。我要留一个好的状态给大家，不行，我等一下喂，我等一下想睡觉怎么办？2月13号，对啊，12、13都请假，神经病早六，握手真的到最后会真的会睡不着啊，不，到最后真的会睡着，讲错，不是睡不着。到最后真的会睡着欸，我跟你说一定会睡着。我上次早上6点起来直播，我那个洗完碗，然后收完厨房，我真的躺床秒睡，完全秒睡。我跟你们说，一定会睡着。对。